你也是中戏的，是不是？你中戏的？对呀、啊。你几几？二一。二一。你们这里？我几几？我一三。哦，那也还好啦。你算一下。七岁，八岁。但真差七岁吗？你？对啊，我零三年的。我九五。八岁。八岁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就是蘑菇。你呢？我也第一次。我第一次。那你跟彭彭、跟浩然、子枫认识吗？我认识刘浩然。你跟他们都认识吗？我跟他们仨都拍过戏。子枫、彭彭跟浩然。哦。对。走哪儿啊？那边。哦，这个就是蘑菇屋了。哦，他们的走。为什么没有人？啊，那不子枫吗？哎，子枫，来朋友了。来，他们来了。海豚。Hello。他们来了。Hello。你们还好吗？哎。Hello。你们还好吗？不好走吧，不好走吧。Hello， 还好还好，谢谢。你好沉啊，你想。谢谢王老师。那海边我还是怕你会有点冷。比想象的冷是不是？有一点。你要喝点啥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咖啡。也有水，可以给我一个水吗？要凉的不凉的？嗯，凉的。好，谢谢。很凉那种吗？啊、嗯，因为我们有这个。啊，这是制冰机吗？对对对，天啊，好酷啊！我一直以为它出冰很慢，但后来发现出冰其实很快，真的。我好想在剧组也买一个这个。你等着，你去喝水了。好。然后如果你要喝水的话，你就到时候拿这个刀。嗯。先来这么些吧。谢谢。我反正是只套了裤子和里边的那个，你可以感受一下，上衣可套可不套，因为基本上不太会湿那么下。OK， 只是以防万一可以穿上。好。对。然后卫生间，我来给你讲解。要能抓带鱼就好。你会做吗？我这我敢。文琪，你可以杀鱼吗？这样，你闭着眼睛，我摁着，然后你就这样敲，好吧？妹妹呢？妹妹，我也不敢杀手，由你来负责，好不好？爸爸摁着，你拿刀这样咚敲他一下，然后叫听黄了啊，黄了就啊，来，文琪准备，来，我来了，文琪热，拉上来，哎。有吗？应该有。有。有啊。有吗？有吗？别跑。有吗？有吗？别跑别跑别跑。别害怕。有吗？有个螃蟹。哦，有螃蟹螃蟹。哇，这回有了。好几只蟹。哦。主要就是面包蟹。哦。啊，很好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个是飞鱼。飞鱼哦，飞鱼会飞的啊、哦！真的是飞鱼，你看它的翅膀，好漂亮！我的天哪，哇，好厉害啊！这个鱼，哇，飞鱼啊！哇，这翅膀好漂亮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给我们一个希望，让我们希望下次收获更多。可以，有收获就好。可以。为我们鼓掌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小螃蟹把它扔回去吧。对。怎么样？我们就慢慢的回去了哈。好，慢慢回去了。好。不如离去。哎，站起来，等风吹一下，这很舒服。
子到底让大脑当机。站在这里站起来更好。你要不要来试一下这个？这个感觉好特别。我一定要买条船到海上待着，老人与海。你有小名吗？啊？你有小名吗？没有。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咋叫你啊？他叫我陈文琪，我姓陈。直接叫大名儿，总觉得叫文琪不够亲切。现在觉得文琪亲切了吧？太亲切了。觉得陈文琪更亲切。陈文琪，我跟你说，这刚今天早上来的文琪，浩然你见了对不对？昨天对吧？最近写了吃东西了没有啊？没事。衣服面可以。